你不是明天才回来的吗？本来是明天才回来的，但是我们提前完工了，所以就先回来了。惊喜吗？嗯，你怎么能跟我说一声啊？哎，这个给你。又是石头，我这都攒一堆石头了。吃饭没？还没。给你拿。你在家我都懒得做饭了。 家里只有三明治，你凑合吃啊。有三种口味，你想吃哪个？想好没？想。最近工作辛苦吗？不辛苦啊，挺好的。来，我给你倒水啊。 Thank you.